触的话，那可能就会啊，包括一些房仲啊，也是有可能会，金融业也是都有，没有听说都要打。不要问罪，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如果没有行案记录，拿到的会是长这样。但如果有犯罪上头，会清楚载明。简单来说，良民证就是行案的记录证明。对啊，就是好像现在每个工作都要他们证明更多。我们是应征就是国外的工作，然后就是他需要就是看有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啊，传统性。传务工，传务工，主管业现在需要两份，有点担心啊，就是想说是。有发明大师嘛，这样。但雇主肯定以为员工有缴交这一张就是百分之百好国民。如果案件属于少年事件处理法，缓刑、拘役、缓起诉、一颗罚金等等，通通不会写在良民证上，也只有行案服刑证明才会被记录。所以可别把良民证当成筛选人才的万能丹。有最新陈立平在高雄的采访报道。好像很多人都不敢酒驾，都要找这个代驾人员，但怎么会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纷呢？新竹一名男子说，喝酒以后聚餐，就由饭店人员帮忙找了代驾服务，没想到到家以后竟然被收了2000块的车资，但他觉得有受骗上当的感觉。我哪有发心你什么啊？不是我们代驾本来就够价格啊！代驾服务开回家要收2000块，这名张姓男乘客气得骂对方诈欺，认为开到家里不超过10公里收2000会到不合理。司机则表示报价事前客都有说清楚，报警处理还是协调失败，驾驶事后甚至将影片抛上网公审，导致这名乘客还被肉搜。不应该被我们家人砸烂的对手。目前双方也已经达成和解，但也让代驾服务的价码问题浮上台面。实际上，像这样的代驾服务行情其实相当乱，不止各家车行收费标准不同，目前也只有台北、台中、桃园并出收费参考值，但参考价格并没有强制力。比方说，这个一般的合理价格是1000块，它实际上报价是报成了3000或5000，即使你当初已经付了这个账，但是事后你还是可以，根据我们消防法第12条，认为这个对消费者是损失公平而无效。为了避免代驾纠纷，民众在叫服务之前还是要再三确认价钱，免得没有沟通好造成不必要的误解。东森新闻是钟荣新竹报道。台中有一名钟妈妈今年碰触了，说她16岁的儿子到了这间连锁的小吃店去打工2个多月，没有想到了1毛钱都领不到，但她觉得是非常的夸张。事后呢，还请店长到现场来进行协调，但雇主这个时候就变声了，说呢，当时又没有要雇佣她，是这个钟妈妈拜托让她儿子到店里头实习。立大学周边商圈有许多小吃饮料店，不少招呼布条都在应征人员。台中一名周妈妈控诉，今年2月看到一间小吃店在应征工读生，跟老板询问后，就让16岁的儿子到店家打工。没想到2个月过去了，薪水1毛都没拿到。我问他说，那他的薪水大概是多少？那老板就跟他讲说，大概120到130之间，要看他工作能力表现才要决定给多少。他说没有，我们都是10号领薪水，因为儿子我还没给他领，因为他没有跟我讲他要领多少。上班不但没有打卡制度，还要儿子自己记录上班时数，以赖传讯的方式回报老板。最后跟老板要薪水，竟然还说儿子没有告知该领多少，让钟妈妈满头问号。我就10号去，他还是一样说，你儿子没有跟我讲他要领多少。超诡异啊！你要给员工多少薪水是老板决定，不是员工跟你报价吧？老板一拖再拖，就是不肯给钱。周妈妈忍无可忍，直接找总店店长到场理论。工作给钱不可能，这个是不合理啊。透过视讯控
速到小吃店打工，1万多块的薪水，过了5个多月，竟然1毛钱都还没拿到。你要先请工读生，那你到时候一直对他说，那你就没办法那个，那他怎么办？然后那时候他就想说，啊那就那个，啊没有啊，就这个人就会离开了。然后我就说，那这样就先请不用钱了吗？确实，月份没有到学校附近打工，就有两个人都没拿到薪水，然后这一次已经是第三个被害人。你那有没有的话，他们都可以查，因为我现在就拜托我自己请过的员工帮我澄清一下，他们都有领到薪水。可是如果他真的是来学习的来读书的，那我不是开不起班，可是账户都要记住吧？他们看到都不会拿。实际追踪，这间位在台中沙鹿的小吃店，专卖鸡排、大肠、面线，位置在学区附近，不少学生都会来这边打工赚钱。现在接连爆出欠薪，就连酒店的老板都看不下去。以我的做法，有群员工当工资，一样给小台湾生意师做做得了。哎，那是恁家的干咩？我一来一种，我接很多，不可能吧？酒店的老板跳出来澄清，自己经营9年的酒店，还有另一间大雅分店也开了3年，而这家经营分店是由另一个人经营，他只负责供货给他。两个人合作的关系，结果现在爆出劳资纠纷，他也不排除断货由此自家相遇。我觉得我自己我很欠啊，我很欠啊，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那是实在无关，我怎么用到？劳工局有办法确定，第三方有办法确定他是这种人，那我就是终止合约了。老板说自己也是被害人，台中分店率先窃劫，希望不要影响到总店。只是当初说好的合作，现在恐怕撕破脸。只希望不要再有更多的被害人出现。多谢陈安、陈佩佑再次的报道。最近消息在新北市汐止大同路二段发现一辆游览车不慎撞上了正准备过马路的一片红绿，没想到5岁小女童无用脚掌。